们开始开会哈，请各位委员就座，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7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2月22日上午9时至9时31分10时1分至12时15分，下午20时32分至57分，2月26日上午9时2分至12时32分，下午1时51分至11时55分，20时30分至56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廖委员国栋等107人，请假委员苏院长加权，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等42人，主席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七会及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2案、第14案至第127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3案决定进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质询事项：本院委员质询部分事件，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决定下次会议进行立法委员个人质询、内政组织质询。讨论事项：第1案至第3案均暂不予处理。第4案、第5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108年2月21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2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宣发人拟据《中华民国刑法》第10条及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学习人拟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9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四案，本院委员张六万件等19人拟据《文化艺术奖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五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8人拟据《自然水法》第12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经济委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六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23人拟据《自然水法》第12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经济委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七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7人拟据《自然水法》第6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八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7人拟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2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九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7人拟据《强制执行法》第1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7人拟据《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17人拟据《大学法》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19人拟据《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林静怡等18人拟据《家庭教育法》第6条及第1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64案通过，下一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20人拟据《灾害防救法》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19人拟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杭昭顺等16人拟据《公民投票法》第1条、第3条之一及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宣委会议案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
过，谢安。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的十六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请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的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及第二百八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请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江南新的十九人拟具《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请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案，本院委员林义华等十九人拟具《电子游戏从业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林义华等二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林义华等二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林义华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十三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二十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增订第四十四条之一条文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十八人拟具《就业保险法》第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十九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五十四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李立成等二十三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李立成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二十九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劳资争议处理法》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的二十一人拟具《再生医疗制品管理条例》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的二十五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四条及第一百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十三及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二十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等二十四人拟具《少年事件处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等二十五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及第二百八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的二十五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十七人拟具《物理治疗师法》第九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十七人拟具《职能治疗师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四十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十七人拟具《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陈宣文会议今日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廷芬等十六人拟具《能源管理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
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件列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3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农产品市场交易法》第6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件列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3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粮食管理法》增订第15条之一及第18条之3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件列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5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1条及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件列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6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森林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7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条及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8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9案，本院委员陈天飞等16人拟具《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14条及第28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0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1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8人拟具《社会救助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2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8人拟具《少年事件处理法》第3条、第18条及第1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3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2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5及第12条之6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4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新经济移民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3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5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6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6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增订第54条之2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7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8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9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经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0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1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10条之1、第22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0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16人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岸巡防法》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好，报告院会，报告事项第64案。啊，请宣读。第64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64案，现有一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覆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二，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现在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并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有没有同仁没有拿到表决卡？来，那个林维洲委员，请。好，依议事成立，先处理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部分。现在针对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我们来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23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覆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59人，反对24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做如下决定：本案进覆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继续进行65案。第65案，行政院考试院案竞选议奖赏条例第4条无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66案，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法院组织法》第64条条文修正草案，《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青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现在67嘛，哈，67念完了，67案通过。第67案。67案念完了，66念完了，继续宣读67案。第67案，密劳动部函送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与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有关招募以晋级保护印尼移工了解备忘录中文本、印尼文本及英文本影本。程序委会建议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通过。报告院会第68案至第178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22、125、126、128、130到132、135到137、139、141到143、14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除以上提案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外，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委员会有异议。
没有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68案至第178案为司法院号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岁数第四款第一项第一目新增决议二预算冻结案，第一项决议六预算冻结案减半安排报告，决议22请安排报告，减送岁数第四款第一项新增决议三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有关岁数第四款第一项决议25、29、24、30请安排报告，减送岁数第四款第一项第一目新增决议预算冻结书面报告，第十项新增决议台湾高等法院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有关岁数第四款第一项第一目决议一、第一项第五目决议四、第一项第四目决议三、第一项第二目决议二、第二项新增决议一预算冻结案，请安排报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总处决议16行政部门临派遣政策专案报告。二、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500万元报告，简送行政院新增决议六非典型人力办理业务性质及运用情形专案报告，简送该总处决议三预算冻结书面报告，简送该总处新增决议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份，简送该总处决议一般行政冻结30万元相关报告。立法院秘书长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本院单位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三份，常务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新增决议一般行政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二、侨民及侨团联系服务与接待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三、侨民社教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四、侨生经济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五、海外青年技训研习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简送决议一、一般行政上下其他业务租金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二、一般行政上下一般事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四、一般行政向下资讯管理与维护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五、劳务权栏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六、召开侨务委员会议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七、国内庆典活动接待服务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八、侨务专案计划冻结140万元书面报告。九、加强侨社联系及辅助举办多元活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举办侨社工作研讨会及受访活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一、落实侨务工作增进沟通服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二、办理文化社交活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四、海外华侨文教中心服务业务中业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十五、鼓励海外华侨回国升学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十六、落实在学侨生辅导与毕业留台校友联系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十七、办理侨务新闻资讯及传媒服务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十八、联系海外侨台商组织并协助推展业务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十九、培训侨台商经贸人才协助侨台双企业发展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海外华人经济资讯搜集并促进海内外双经交流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一、侨商经济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二、编印及供应侨商华语教材中业务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三、编印及供应侨商华语教材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四、充实及培训侨商师资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五、建构数位侨教及推展云端学习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六、培训海外专业技术青年人才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二十七、海外青年技训研习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十三、辅导海外各地校龄及林派文化教师巡回教学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济部海外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部投资业务处108年延揽海外科技人才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简送能源局能源规划与国际交流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简送标准检验局建立及维护国家标准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简送该部中部办公室经济行政与管理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简送该部商业司推动商业科技发展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简送矿务局矿务行政与管理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简送该部商业司推动商业现代化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简送国际贸易局国际贸易向上贸易行政与管理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简送共识资讯设备经费运用情形专案报告。简送该部国营事业委员会国营事业管理预算冻结10%专案检讨报告。简送工业局工业技术升级辅导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简送智慧财产局推动保护智慧财产权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
智慧财产权科技发展预算冻结5%书面报告，前村工业局工业管理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前村该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科技应用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前村水利署水利建设及保育管理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前村矿务局建制土石资源及产销链资料库计划预算冻结5%专案报告，前村标准检验局标准检验及度账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2008年六中央政府组成决议，前村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预算冻结5%专案报告，前村一般行政冻结5%专案报告，前村严厉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财经措施冻结10%专案报告，前村档案管理局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前村管制考核预算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前村促进产业发展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前进院农业委员会函为2008年六中央政府组成决议，前村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发展向下整体性治山防灾预算冻结5%相关报告，前村水土保持局落实台湾水土保持教育宣导工作专案报告，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组成决议，前村公平交易业务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劳动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劳总预算决议，前村职业安全卫生署资讯服务费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劳动力发展署因应贸易自由化就业发展及协助业务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资讯管理业务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就业服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业务合并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分署管理除人事费外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劳动基金运用局劳动基金运用业务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演艺存保及现金给付业务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办理劳工保险法令及年金制度相关对外宣导事宜业务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一般行政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劳动咨询业务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前村综合规划业务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促进工会组织自由化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建立迅速有效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冻结100万元报告资料，前送资办劳工服务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业务合并冻结50万元报告资料，前送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业务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劳动法事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前送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冻结200万元报告资料，前送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业务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资讯服务费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计划管理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保险业务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资讯业务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纳保业务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职业安全卫生署建构职场安全及推动防灾措施合并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健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及制度合并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合并冻结100万元报告资料，加强劳动监督检查合并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建构智慧化产业安全卫生监督管理机制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职业安全卫生业务合并冻结450万元专案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第179案以下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第179案至第183案为本院财政委员会函，为院会将附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第184案为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9届第7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名单如下：内政委员会张委员洪禄，林委员为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王委员定宇，蔡委员适应；经济委员会赖委员瑞龙，孔委员文吉；财政委员会施委员易方，罗委员明才；就业及文化委员会蔡委员培慧，高金委员素梅；交通委员会李委员坤泽，陈委员学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委员怡康，周委员春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刘委员建国，徐委员志荣。质询事项，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林委员易华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24件，宣读完毕。报院会现在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在进行质询之前，先请副秘书长报告部会首长请假情形。报告院会，行政院来函，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主任委员集中本日下午4:20起因公请假，由防护主任委员金城代表列席，报告完毕。报院会现在进行个人质询，内政组织质询。
现在请陈怡杰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